我手里这台是苹果最新发布的 iPhone 11 Pro Max 手机。那这次最大更新呢，就是它后置增加了一枚等效13毫米的超广角镜头。另外，我们在发布会上看到，这后置三枚镜头之间的切换也是非常流畅的。那具体它拍摄的效果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今天就来拍一组照片试试看。实际拍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三枚后置镜头不仅仅是切换很流畅，同时它们的色彩和曝光也很统一，这样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拍摄体验。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画质非常不错，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在拍摄人物的时候，要把人物放在尽量中间的位置，以防畸变。iPhone 的智能 HDR 在逆光拍摄时效果显著，但会使人物的皮肤太过粗糙和生硬，建议在拍摄人像照片时直接关闭这个功能。我朋友今天还带了一台最新的华为 Mate 30给我来试用，那正好可以和 iPhone 来做一个横向的不公正对比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了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华为手机来拍过照片，那这次也算是一个崭新的尝试。另外，这台机器在图片上看着的时候感觉很丑很一般，不过拿到真机的时候觉得质感还是蛮不错的。当相机 AI 检测到人脸之后，会自动开启人像模式。个人认为虚化效果比 iPhone 更自然，但色彩并没有 iPhone 还原的真实。当然，结合了美颜和磨皮的华为人像相机，显然比只有灯光效果的 iPhone 人像相机更加实用。我觉得华为 Mate 30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拍照的时候，它的取景框内看到的画面有点不太清楚，就是不太真实，细节表现的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以后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，可以提升使用体验的一个地方。另外，我单独测试了 iPhone 新推出的夜景模式，虽然只能在主镜头触发，不过其表现已经比前代 iPhone 要好很多了，相信极端的黑暗条件下会有更强烈的对比。除了夜景模式以外，苹果这次还更新了前置摄像头，使它更加的广，那这对于视频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更新。另外，利用多张合成制造无敌细节的 Deep Fusion 功能， Filmic Pro 的多摄监视功能都还没有正式更新，相信在更新后 iPhone 会带来更好的拍摄体验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记得点赞投币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